袁姗姗在最近热播的青春歌舞新作《爱在春天》中饰演姚小蝶一角，深受观众喜爱。日前，袁姗姗现身某酒店大堂，走出房间后，袁姗姗拿着手机一路语聊。当天她脚踩恨天高，穿着超短裙，露出一双美腿。见到记者拍照，袁姗姗不忘嘟嘴卖萌一番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